说爸爸。爸爸，爸爸哦，啊，妈妈呢？你说妈妈？没有说妈妈。叫阿妈，阿妈。你乐意。你乐意。叫他摇屁股，唱歌唱歌，跳舞跳舞，跳舞跳舞，人都也跳舞跳舞，跳舞跳舞。壁虎在下移，现在壁虎在下移。喂，我啥？你拢免等去煮饭吗？你一直爬，你是要爬到当时？哦，你已经80多座安尼，遐尼啊悬，一直爬，你拢免煮饭吗？我嘛免煮饭，咱袂忝啊。你那较厉害，你安尼做运动那厉害。不用去，都不用煮饭了。再计数去，再计计计看看你爬了多少次了。你好厉害哦，佩服你啦！来，握握手，拍拍手，握握手，谢谢你。你是，我孙小姐，你想要背偌久啦？你安尼吼，一直背，安尼背几啊撮，安尼一直背，我就佩服你个呢。啊，你跟登山同样意思啊，那就去登山，对不对？这样也是一种运动啊。小姐，我很佩服你耶，好厉害哦！好认真哦，你很认真的，然后你看他在做手扶梯下去，做手扶梯下去，然后再继续爬，他再继续爬上来了，我很佩服他的毅力，你看，就这样再继续爬，你袂忝的，唔过我靠个忝的，一次爬两格哎。很认真的爬，然后他再按一次，然后再继续做手扶梯。
再做下去。这样啊，这样做笔会的运动啊，多好！你看，比背弓推较舒服啊，背弓推又搁夹落来，啊这边呐、啊、做手扶梯落落来，真舒服啊。爱跟人学啦，看，他要再继续爬了，他要再继续爬了，你看，就是不断的这样做运动，要活就要动。他这样，然后再甩，手拿一个计数器，再算，算他爬了一次爬两层，看他一次是爬两层，盖被人的，你看，盖被人的。盖被人站，哇！盖被人站，我妈妈都不能够像她这样，多好！都我妈都不走出来，我都很希望说我妈妈能够跟他们一样。你看人家在算算她爬了几步的楼梯，她就是这样做运动就好了啊，不用去健身房啊，哪行那么性感呀，对吧？有人呢、啊、是这样故意爬楼梯在做运动，他爬了爬，然后再做电手扶梯再下去，然后又再继续爬，啊，这样做免费的运动，就这样做，连续的一直做，这个偶尔上一直做，我在这边一直跟他观察。